光，日寒寒要暖，风大浪高九丈九，九九归一。路长长又急，水潺潺不返，船里港湾九十九，九九归一。风吹树摇，雨后晴，日落黄昏，离人归。谁说我乘光去？夜哭早衰，春再来，芬芳如故，看斜阳，百鸟傲归林间。莫叹世间冷暖情，红尘有爱，且坐下半杯黑世情怀。大千世界尽如故，花落花开莫等闲，今宵月有明，今宵月有阿雷，你在吗？快收吧，这台风说来就来吧。没事了。哎呦，可以。阿莲，你就别动了。你看，小心点，来。没事。小心啊，别动了胎气啊。没那么娇气。你看这些活啊，让阿寿干就行了。他一个孩子会干什么呀？他会。阿莲，你快回家吧，记得到家之后把门窗关好啊。哎，对，把门窗关好啊！怎么了？这台风啊，说来就来了。那他们还在海上呢，会不会出事儿啊？我这心里啊，一点数都没有。Thank you.
注意，要起风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哎，阿叔，快去把门栓拿来。哎，来了，顶住。破旧，但是特别结实。一说到你阿爸，我还真是担心。他跟你吴伯还在外海呢，你说这么大的风，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我们疍家人不怕风浪的。哎，对了，婶儿，给你唱一首我们疍家人的歌吧。唱吧。好，咱家人们睡大觉，好的童年一定不晚呀。不管哪里温室呀，我有故乡的温暖家。哎，不管哪里温室呀，我有故乡的温暖家，我们来家上下分。阿寿，快跪下。哦。
手，快，快，快去烧开水啊！站在外边，别进来啊！杨子，你在哪儿啊？二兄，杨哥，二兄，你在哪儿啊？二兄，阿莲，快看。慢点啊，男孩女孩啊，是个女仔，可好看了。真好看，给孩子取个名吧。等阿香回来吧。还等什么呀？阿莲这么有文化，就让阿莲取吧。行，阿莲起吧。阿莲，他老爸还在海上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江哥，江哥，阿翔，江哥，阿翔，就叫阿福吧。好好好，阿莲，这个名字好吉利。是啊，这下阿翔可是福寿双全了。阿福，哎，我可以进来看看吗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，你都当哥哥了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哎呦，是个妹妹。像我，像你呀，像你可就糟糕了。长大了嫁不出去了。阿福，我有那么难看吗？婶婶跟你闹着玩呢，我们啊，阿寿可是个大靓仔。Thank you.
船就好，往回打。老大，我们的船漂了5万多海里了。你放屁！要没有阿翔，我们都会被鲨鱼漂500海里怎么了？啊，就再漂500海里，你往回找。可是我们的帆都坏了。兄弟们，想办法把这帆给我升起来。好。阿翔，阿翔哥在这儿。五哥，阿翔在这里啊！阿翔在这里。翔哥，快，快拉开！阿翔，翔哥，阿翔哥，翔哥，阿翔还活着，阿翔还活着！你个王八蛋，你把翔哥，你我给压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翔哥，老子还等你回去呢。我就说，你不能死。死不了，你说你家里头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，你还有没有出生的孩子？阿翔，坚持住，快回家。阿少，阿少。哎，来嘞！来，阿少，外面的风停了吗？嗯，风已经停了。看见你爸的船队了吗？我刚去过，没有看到顺风号。来，父亲，把头巾给我拿过来。咱俩去后边看看。卖爆了，卖爆了！昨晚外海台风，澳门渔船半数未归。卖爆了，卖爆了！昨晚外海台风，澳门渔船半数未归喽。卖爆了，卖爆了！江嫂啊，哎，老爷，您叫我。你叫阿强进来。我刚刚已经叫过了，阿强一会儿就来了。老爷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阿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婶，你快回去吧，外面风大，我一看到船就回来告诉你。走吧。
刚生完孩子，海边风又这么大，是要落病的呀！快抱着孩子回家吧，啊，屋里去歇着。你说这顺风号连个影都没有，我在家里待着更不踏实。阿莲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你刚生完孩子，坐月子的事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对呀，回去吧。没事，嫂子，没那么金贵。哟。小阿福也来等爸爸了，乖乖。不哭啊，小阿福，老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阿莲，阿福是不是饿了？抱回去给喂点奶吧。你快回去给他喂吧。不会吧，我刚才出来的时候喂过了。哎呦，小月孩都这样，打个嗝就饿，要不怎么长得快呢？快抱回去给孩子喂点奶吧！啊，回去吧，快回去吧。你放心吧，这儿一有消息，我就让阿顺回去告诉你。哎，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先回去。哎，慢点啊。哎。前天中午还遇到过，姑妈，您就放心吧，顺风号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阿成哥，哎哎，顺水号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。阿莲，这么快就生了？啊，是小子还是姑娘？是个姑娘。哦，看到阿翔他们了吗？看到了，我们天黑时分开的，他们往西，我们往东。那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顺风号船大，当然要比顺水号回来的晚一些。阿莲，您就放心吧，顺风号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阿莲，放心吧，回头我跟阿成去你家看宝宝。好啊，阿成，你们先回去吧。福嫂，你做点好吃的啊。姑妈，我早就做好了，回去吧，下就行。哎，走吧，阿莲走了。哎，姑妈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快了。阿旺，老爷，怎么了？老爷，顺水号刚刚回来。那其他渔船怎么样？阿成回来说，一路上没有见过一条船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老爷，天有不测风云啊！哎呀，这个风说来就来，一点预兆都没有。我在渔南街几十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台风。哎，时值动乱，天怨人怒。都是给小日本闹的。阿强，哎，老爷，你赶快去其他码头，有消息的回来告诉我。好。我没看见顺风号跟愚公，我真的是放心不下。好吧，你也去其他码头看一下啊。好，老爷请放心。
从早上起来到现在，你一口水都没喝。张嫂把鱼翅粥剁好了，要不要给你端过来？好，辛苦你了。我想回到澳门。怎么这么突然要回澳门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澳门起台风，我担心爸妈。那学校那边我替你请假。不用了，你帮我给舅舅说一声吧。啊，好，红哥，早点回来。好。阿莲，回去吧，别等了。顺风号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，有阿寿在这儿，一有消息我就让他回去叫你。回去吧，啊。阿莲，我们走吧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再等等。曼云啊，你今天上学跟阿红请假一天。他自己告了假了。这个孩子啊，越来越懂事啊。曼云啊，你应该向阿红好好学习。我又怎么了？红哥是红哥，我是我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你们一说就说到我头上。你说的没错，你也不用这么紧张。阿红就比你懂事很多了，一大早就要上班，晚上还要上学，回来啊，衣服还是自己洗的。干嘛要自己洗衣服？家里不是有佣人吗？我才不呢。他在澳门啊是个大少爷，可现在什么都不顾了。我肯定啊，他将来一定有出息的。现在啊，在香港很难找到这样乖的孩子喽。你们今天都是怎么了？红哥又不在，还一个比着一个夸。哎呀，说的我都快肉麻死了。我们都是随便讲讲的嘛，你要向阿红多多学习，将来怎样做一个好太太哦。姑妈，姑父，你看姑妈越说越离谱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讲这些了。哎，今天我们有台风，损失得很厉害啊。好福气，就算我亲妈在也教不了我读书啊。你可一定要听你婶的话，知道吗？哎，又有一艘船。哎呀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，老头子。哎呀，你呀，别再跟我啰啰嗦嗦了。那阿成他到底怎么说呀？我说了几遍了，阿成说，
其他渔船的情况他不清楚。风浪最大的那个时候，深水号跟顺风号就分开了。真不晓得他们能不能逃出这个台风。哎呀，我看那个顺风号都是凶多吉少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大吉号和大利号都回来了，现在只剩下顺风号了。好，你再去海边，有顺风号的消息，立即回来告诉我。哎，我现在就去。哦，听说李记的大龙号没了。啊？在什么地方没了？在离澳门80海里的地方。当时龙翔号和大龙号在一起，好在龙翔号把大龙号的人都救了上来。好，人没事就好了，残鬼在做。人可不能再损失啊！没有人受伤吧？你瞎说什么？没人受伤，快去！哎，阿强，少爷！哎呀，太太、老爷、少爷回来了！爸妈，回来了！哎，回来了。儿子，你怎么突然从香港回来了呢？我在香港看了报纸，不太放心，就回来看看。回来了就好。回来了就好。咱们家的船都回来了吗？大吉、大利、顺水都回来了，就差顺风号了。哎，吴波呀，是咱们万记最好的船老大，阿翔呢，在澳门又是数一数二的好水手。咱们万记……哎，妈，咱们顺风号不会有事的。我去海边看看啊。哎，等等，儿子，你不是刚回来吗？你爸呀，已经派人去各个码头守着去了。我还是去吧。儿子，哎，你别管他了，你让他去。刚才你说那个阿强，我想起一个问题来。阿莲跟他结婚7个月，怎么会有小孩？哎呦，都是台风闹的，受了惊吓就早产了呗。哎呦，我现在什么时候还跟你说这个？哎呀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早产。阿莲，孩子出生了。少爷，你不是在香港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了报纸，不太放心，就过来。海边风大，回去吧。阿莲，你放心，顺风号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来了，回来了，没出事吧？没什么大问题。
就是桅杆倒了，思祥好像受了伤，我看见被人抬着送医院去了。啊，阿祥受伤了，要不要紧啊？我急着回来，没问清楚。你赶紧到账房上领100块钱，送到医院去。哦，阿强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，赶紧报保险啊！一切按规矩去做。老爷呀，现在报保险来得及吗？阿祥受了伤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可不能不理。我说不理了吗？啊，你现在不报保险，保险公司不赔偿，怎么办啊？那是后话了，听我的，赶紧拿钱送到医院去，快去呀！哦。你呀、啊，你为什么永远在下人面前不给我脸？我说不管了吗？啊！老爷，这阿莲刚刚嫁过去，阿祥就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啊，你着急我不着急，我们跟愚公签了合同，不能因为阿莲感情误事，你知道没有？强，哎，阿拉索，去哪儿呢？啊，我去医院给阿祥送医药费去。我也要去医院。对了，阿祥的事你少爷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通知我们家少爷去。那麻烦你把这些钱交给莲姐。行，啊，那我去了。没有阿祥，也许我们大家都回不来了。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。阿伯，依你看，阿祥的伤重不重？能怕就怕，外伤好治，这内伤难疗啊！他一下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不死已经是祖宗显灵了。天后娘娘保佑，你们总算都平安回来了。伯子，来。那如果阿祥的内伤治不好，那阿莲可咋办呢？又刚刚生完孩子。不会的，好人自有好报。话是那么说，可真的阿祥落下病根儿，那总不能指望着阿莲养家糊口吧？阿祥的内伤如果治不好，恐怕阿祥再也不能上船了。